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！我在。哦，电到 ID， 有电到 ID。这边。我在看。李欣。后排。后面了。他们后排残了。电摩先。好久没玩这只我的反应角了。你不是不说你说你几百年没玩了吗？对啊，突然又想扛了，忘不了。还带猎鹰，两个猎鹰。我看哪里？一本你可以去他野区上面。可以啊。哎，可以。他们换野区。我他们这个一等怎么跟我们换？哎，小心！不知道加里奥的话，一级蛮猛的。他蛮近的。我差眼。对吧？他们这个一等要到吗？他们要你们能打吗？可以啊。看一下吧，你们下路别上线，你下路别上线就好。那他要不要？那你去下路，你们下路兵不吃吗？我先回去了。要不然你去看三郎吗？我回去，加油！回家。他这里，他加流先回了。已经如果没刷我野的话，是不会在那个、加流 TP 中了。只有那不见了，我们后置。没有回来了，他们在动龙，在动龙。没有哎，我没有。再上。完的。暗闪。他没，拉出来吧。加流会来吗？这边要吃一次吧。一文，要看。没事。刚好被断了。看加流可以吗？看加流。拉一下。看。李欣。帮他。太熟了。Nice。没事，这样还行。牛奶到是不是？万一，冷静，没事，小事。还行的。没事。基本是手杀啦，还行。是我可以先靠我的，加流比较惨。我两边中都有踢，两边中都有踢。没有，被乱了，好烂他。有那个朋友。李欣。你下次不要开。看他家里哦。没有。不要理我，直接回家。半路线我直接不要来吧，陪你做视野，看能不能先秒一个。我是五打五。五打五。我应该会跟镜头持刀，但是他射程比较远，然后刘娜会比那个斯特拉芬慢一点。他很棒。你等一下吧。我先拿。不用来了。好，走吧。看一下，小心哦。你们下路恐怖哦。我知道。两边中路都有传送的。他等。进来。你看吧。可以打。算了。哦，感觉你进化早了。我现在是有传送。我也进化。不要。小心。哎呀，没有石头。家里哦，下午两个没你不要走那了，我擦粉眼。你们现在下午打起来，我传过去是很赞的。他刘娜没打。刘娜也没打。你们打就不打，还不打？等一下，李欣在下。哎，只有一个，家里只有他一个。哦，好，没有来算了。过去了。OK。李欣过去。这中路在皮耶，李欣在啊，李欣没 W， 比较快一点。我没办法打了，过不去了。不要闪。你走回来，小心。他们 AD 还没回来，我们要打御智者还是打龙？打龙吧，打龙好点吧，御智者那个。
他 AD 没血了。我 AD 半血啊，我觉得可以吃吃老梅，先吃老梅。我们在我们手上把这边 AD 要逼呢。好的好的。剑魔没大佬，剑魔没大佬。怎么怎么，我们下去吧，下去吧，走吧走吧。来踩个视野。这家留着推下哎。AD 是 B 的 ，AD 是 B 的，尽快尽快。直接开吧，直接开吧。我要回下啊。好好好，那我看一下吧，可以直接换也可以，直接换就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这龙左边那个。哎，他们在，他们在上半龙一弹。我们可以打吗？还是不要打？我没有林克。剑魔我没有大，我是说感觉我踢的没踢的。两边中路都没踢，两边中路都没踢。我操作一下吧，但是感觉不能直接走哎。他感觉能看吗？他们在吃鱼子，他们在吃鱼子。两边中路都没踢。哎，看我看我。哎，完了，不打。剑魔会传中吗？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十秒后到，十秒。家里又有大，家里又会用大技能，家里又会用大技能，家里又这位置。听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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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你。这么多闪。不用掉闪的。我掉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稳一点。继续射者吧，还是怎么样？继续射者，继续射者。预知者需要我吗？我会直接团回上路，我会直接团回上路。我回下了，你们预知者需要我吗？中路也是有缺抓，没知道，我们 JC， 你家里又想靠，家里又想靠，我 TP 二十秒 ，TP 二十秒，他家里又没 TP 的，这么好吃是不是？你们可以拖一下，我 TP 二十秒。哎，他们想打哎。十秒，十秒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去，我没有去，我没有去。断一下那个乐萨斯 TP。我拿着下塔，拿着下塔，拿着下塔。有我，我刚有问，我刚有问，我刚有问你们需要我吗？我刚问你们需要我吗？哎，我 TP， 我 TP 哦。上路这个。好，我再看，我再看。那没兵，那没他们硬动的时候再来。哇。这个好像还行哦。他们还没吃日的，二煞师没大了。好，他怎么没大？下路盾家里又推不了塔的。然后刘娜没大。我要回家，我没魔了。我有那个传门，我有那个传门。我被卡，还不及就放了。嗯，不中塔中的掉了。哎、欸，刘娜这半血。小心绕背啊！小心绕背 T 我不确定二杀是什么 TP。带刘娜吧。哎、欸，有人传门呢。哎、欸，别打别打，我要回了，我三千块，我三千块。好吧，一点。哎、欸，没闪啊。上面会有人收线。预示者跟龙金也没有，李星也没有，李星刘娜都没有。李星的闪跟我同时。OK， 一分钟龙，回家我没有传哦，但龙没有传怎么办？龙要打，龙要打。我七十秒传啊，你就待一下啊。我快传快好了。反正龙这个龙一定得打。那当然我一定是在 B 旁边哦，我是在 B 旁边的，我不会跟你们进来。我不会冲后排，我不会冲后排，我就打他们两个前排，打他们四个前排。先烧剑魔吧，剑魔跟李星吧，剑魔这个装也没有很。加流大招就好了。我回家一趟，我五魔穿。天我直接坐船门过来，他们上路也没去。要你们插我船，我直接推，我直接推，直接你们。我没闪都不想过去那里。避避红，我变一波小兵哦，我变一波小兵看看。变小兵，拿来来来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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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边也可以打哦。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。我在，我在。我盯到 AD， 我盯到 AD。这边这边这边。我在看，我在看。李信，李信，李信。他们后排残了，后排残了。剑魔先。加点开，加点开。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我知道。中路再一波，哎、欸，我十五秒的、啊。我不要出骑士支援绑 BB 啊！不要！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AD 有机会哦 ，AD 有机会哦。好，这波我能先派你们抓人。看一下 AD 吧，看一下 AD 吧 ，AD 位置。他看起来没有听话。他看起来不会打尼克。装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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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备。吃八龙速度怎么样？我 TP 我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好好，我 recall 我 recall 我 recall。我有 TP 哦，他们中路想开。别怕别怕。OK， 可惜。我在的，我在的。我看一下位置，就 TP， 我 TP 旁边，我 TP 旁边。但我好戳。别回来。
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打我打。看一下看一下，四只。这可以八龙了吧？这可以八龙了吧 ？OK。西门好强哦！帅，咱们是我肉身废的好很好。哎、欸，你肉身干的好哎、欸，好像就是这一招哎、欸。蛮厉害的、啊，超多的，超多的。西门是蛮厉害的，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。嗯、我真打不赢他。我再说。哎、欸，还没有拿掉哦。没事，等一下，打第四发。哎、欸，第四发 ，OK。啊，上面聊吧。我们先开始。上线，上线。OK。那你会出这个吗？我会出，对，我会出这个。那我要出这个。我觉得你反威有之类。对啊，你要反。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我觉得你反威有。反正我波比就这样。别帮我，别帮我。直接中上推吧，西暖。你去推上，我会看到你，我帮你出线。好，你把。中上，还是中下？别帮我，真的别帮我。绑我没用的，你去下啊，你去下啊。我绑西门啦、啊。你们刚刚太晚上来了，我跑去做视野。正常。然后他们抓我挖一个人就可以跑了、啊，你们可以。我没 TP 啊，小心，中路小心哦。我敢推一点。然后我又往上走，我又往上走了。我一样可以变小兵哦，这一波。好。看一下后面吧。没有，这波没机会。东边我的单。AD 在这，东边也快进塔了。这边我直接转上吧，这波兵。他家里有没医了，他家里有没医了。快二塔！哎、欸，盯着盯着，他们想开。我没大好，但我有大好。我死了。啊，谁走？我被控死了。你不会怎样？看一下这个流吗？可以。我拉掉。二十秒。我叫他过来吗？可以，传过来我觉得可以一波，我觉得可以一波，我复活也有提。我传第一支兵。十秒好像不行好像不行。不行。那龙十秒，你们先来。拿龙吧。这里扣。这波没大、啊。我十秒大，这波小心。等上路线。好。让我先开。我打起来了吗？不要乱喊。开了吗？不要急，我也没大的。我有闪现哦，要5000，差不多要进哦。我看一下位置，哎、欸，没大好。我电下低。先打 AD 吧，我刚换了。我死了。我也死了。开！看我有多大！哇，先打你心，那是。有个人不要死了吗？真的死了。下面建模砍。没建模砍。到了。干，我早早就卖多了，就。加菜！先打死一个。哎、欸，小心，还没赢。好。帮一下威尔哥集火一个。开！我超硬。建模先，我扛着，你看，绑大，哎，两个火，没兵线，本局，能不能直接推下？我传回来直接推。我应该跟 Breaker 打同边的。等一下，我看怎么拿这个东塔，我会站 BB 旁边。嗯 ，AD 没闪的 ，AD 没闪。我跟 Breaker 站在一起啊，看到机会。李信也没闪。要先挤掉下路是不是？我帮西门看一下。好，要先挤掉吧。下路有推塔吗？我绑到了。你可以、欸。可以。我扣大。可以。哎，招闪。我不是很想打他。中路可以帮我进一下吗？进去了。挤下了。你单走掉吗？我变小兵了。可以。我回家闯回来。这波有点机会啊。看一下西门，假装，我知道。绑一下，哎、欸，那个东西直接是大，我进来，黑打，推打，我会往前顶，我们下路推完，可以转中，八龙出喽，
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去了吧，去了吧，去了吧。OK OK。哎，他们很多大都没了，留。那请你写小心。大龙吗？等兵上，哎上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变小兵，我上面。哎，别别，哦，没顶到，快点。先点塔，先点塔，先点塔！绑到，绑到，绑，再绑三个，再绑三个，再绑三个！你太猛了吧，西门！啊 ，nice nice nice！ 我刚被你吹一个，后面两波在乱打。nice nice nice！ 我感觉你可要被崩了。对，一个一，一个一。不要玩队友了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